点了另外一首歌，然后这首歌呢，我希望就是如果不认识的朋友呢，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我是正常的，但如果你是认识我朋友呢，你可能觉得这首歌呢会来吐血吐到死，因为你会觉得怎么恶心，天哪，他不是这样子的。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呢，神圣者只是想要让我的声音可以多样化而已，所以这首歌呢是有点可爱，有点恶心，有点甜美，有点笑脸的。